我不要过哎，希望你。轿车要右转，偏偏有路霸占道，只打个闪灯就停着不走，害得驾驶被迫跨越双白线绕道。没想到才刚起步，又遇上违规。一部机车突然逆向冲过路口，害得轿车差点撞上，双方爆口角，互呛叫警察。逆向嘞，怎么是我的问题哦？你跑向前，你要紧的啊！你跑向前，那直接我。啊，没要来吃嘞！加双黄线呢，叫警察来啦！OK 啊，逆向骑士自称要买豆浆，而违停占道的轿车驾驶也疑似在买豆浆。为了豆浆，汽机车不惜违规，店家无奈，警方也喊罚。占用道路600至1200，逆向这部分600至1800。是尽量他们靠在白线里面。台中同样有行车纠纷。机车双载，竟遭外送员三面包夹，是老人拦车吗？原来从上个路口就爆发争执。34岁外送员疑似礼让行人，紧急刹车，害得双载机车险些追撞，双方在路口停灯争吵，没想到外送员一路跟车，最后直接拦车阻挡。一来是因于对面听到口角声音偏大，故也停下询问。尽管外送员自称互不认识，只是路过关心，但当街拦截车辆、妨碍交通已经违规，三名外送员最高都将被开罚1200元。记者陈世文、韩志新、王世涵、彰化台中采访报道。